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其实啊，强尼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业配有点多，所以呢，有一些店可能比较频繁出现。但是强尼呢，一样不能忘了初心，一定要帮大家找更多的不同的店让大家体验。所以今天又找到一家新的 Barber Shop 给大家，就是这家阿蒙 Barber Shop。没错啦，今天又是越南辣妹洗头。不过呢，因为这一家强尼真的没有来过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跟着强尼一起去发掘，一起去期待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去体验吧 ，Let's go！ 哇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好，哇，柜台小姐姐，你可以说中文哦，一点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menu， 哎，项目有点多哎，那英文在这，哦。Inclusives 太便宜了吧？那60分钟40万哦，哇！那竟然这么便宜，我干脆再加码好了。我刚刚看到 Four Hands 了，那我就再加码双人四手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他们也有中文的菜单哦，哇，真的好便宜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Free drink？ Yes. Wait， 大家看一下 free 啦 ，so all can drink free。Amazing， 好吧，那我拿一杯我最喜欢的 Coca。那我们先换鞋子，那等一下上去。其实第一次来这家，所以我超级紧张的，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，跟着我一起去探索吧。哦、oh, ，change clothes here， 哇、wow, 欸，所以还不到那个房间啦，这边呢是。桑拿房，然后呢，我这边还要先换衣服，那等我换好啊。哦、oh, ，在这里吗 ？Here， 哇、wow, ，OK OK， 哎、欸，环境不错，大家认识一下，这对我来说也是新环境，大家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老婆来，老婆来，老公，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他衣服吗？因为他说他可以帮我们熨那个衣服、欸，哎，哦 ，Iron right， can Iron， 哦、oh, 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，再见再见。比较哦，很腼腆哎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衣服呢，我也是要提一下，它磅数有够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质感很好哦。就开始了，我很久没有接触一个新环境，有点害羞。这里感觉真的不错，而且哇，越南真的很多漂亮的小姐姐。那既然美貌有了，我们就来看她技术如何咯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不同店家，麻烦跟我说啊，我努力啦。今天也是完全新的给大家哦。四手真的，你看，这边在服务你的脸，脚已经开始在按摩了，舒服。帮我看一下现在在弄脸的小姐姐，因为我觉得她手法非常的温柔，我觉得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。
我刚刚也有一直在留意那个按摩小姐姐啊，她弄的我就是那种骨头啊，咔咔咔飘飘飘的，我真的觉得哎很到位哦。目前为止还蛮好的。你看三个人，他真的很活泼。哎，我觉得这里的气氛超好的，我觉得他们小姐姐应该都很熟悉，超可爱的。老婆灯垃圾。老婆灯垃圾。沙朗。沙朗。沙朗嘿。沙朗嘿。真的。姐姐，Oh my god！ 老婆 from 韩国 ，from 韩国 ，really？Oh my god！ 环境好好，如果你会一点语言啊，你跟他们聊天啊，那种玩耍，我觉得气氛很好。哦，按摩好舒服哦。爽呀爽！哎，那个 camera 后面一直有声音跑出来，因为有一个活泼的小朋友在那边。哎，但是说回来，按摩真的很棒哎 ，Masa 热度，嗯，Very nice， 这个 body massage 也很棒。那我来问一下两个小姐姐的 information 给大家。Andan 垃圾。Andan 垃圾。Tung。哦，很香吗？哦，包妞腿。25。老婆 angry， 哈哈哈 ，and 的垃圾，真的用，哦，包牛腿，还没啦，用哎，哦，板呐，还没八腿，哈哈哈，我家老公，too over 你们 ，everyone 都是老公。今天这个尝试啊，还有这一集啊，完全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。他们好活泼哦，我超喜欢的啦。然后也没有玩哦，真的就是认真在按哎。各位观众，我刚刚真的直接睡着给大家看了，因为他们弄得真的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枕头啊，在我的那个脖子上这样枕着啊，哇，真的是很爽。然后两位小姐姐不用说啦，刚刚那个剪指甲剪到好像没有再剪一样，就是说不会感觉到痛，真的很舒服哎。What's up?
睡太熟了，洗头了，洗头。那我们去看一下他洗头的环境吧。就直接开始咯。这个好。Okay. Very good. Jerry. Jerry. 有歌单。戴瑞，戴瑞。这边的真的会叫你哥哥，哥哥，真的很温柔。头皮抓得超舒服的，还是因为我太阳了，怎么这么棒？哇，好止痒啊！哇，他压的这个点，好舒服啊！这是什么穴吗？哦，这个好赞哦，他按摩也是很棒哎。M Y 蒙爱包纽卡。巴布。哦。南卡布用。Em dùng đó. Ba bốn. Dạ đúng rồi, tại vì bên em sẽ xoay tua đều. Dạ.所以他们一天要服务三到四个客人哦，让干奶 OK 空 ，OK， 哦，麦空，麦，麦，莫猪啦，啊 ，OK OK， 所以还可以啦，大家就是一点点累嘛，工作谁不累呢？这个耳朵好赞啊，舒服。这个爽，这个舒服，这个舒服啊！哦，嘎铃顺，嘎铃顺。What？ 这边。哦哦，这边真的还有这个，好舒服哦。哎，这个鸡皮疙瘩起不完哎，该起啊！哇，天哪 ，so happy！ 哇哇，这个太舒服了！哇，不是啊，本来就在麻了，然后现在又加这个要天堂哦！哇，真的受不了哎！
这没有办法。老公是这样的，老公他们也放开了，快笑死了。不是吧，这个价钱已经够便宜了，饮料免费，然后呢结束后还有东西吃啊，哇，有一点吓到我哎。哇，那这真的是这一次初次的体验呢，完全陌生的店家哦。经过这样子的体验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推广一下啦。阿蒙阿蒙在那里，大家看一下。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价格呢，虽然说 include tips， 哇，真的是已经很超值了。那东西又这么多，免费的饮料，然后还有结束后的一些餐点。只是呢，我自己会觉得啦，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小姐姐他们那么辛苦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他们真的不错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一点小费啊，真的没有关系。Tips OK。OK 哈，喜欢 OK， 喜欢。重点是今天这样体验下来，我觉得身心真的都很舒服哦，尤其是心灵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超级活泼，超级会聊天的，我很喜欢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大家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